来看这个高雄市，今仔日一睏啊，增加到13例本土病例，讲是工厂内的群聚感染。最近化工厂有一个40岁女员工，昨身体无爽快去看医生，采检确诊。卫生局马上到这间工厂做快筛，结果有10个同事来确诊，这10个确诊的同事的家属。各有2个确诊，其中一个是高中生，这个高中生的学校就阁紧急来控制着密切接触的老师甲同学42个人，好你家在快筛拢是阴性。高雄一间高中路口，从下早开始，就医疗用所的车出出入入，阁有家长来到学校，因为这间高中传出有学生确诊。咱明仔一点接到通知，家己消毒啊。我拄着。后边那烦恼，啊，拄着后边那烦恼。如果目前是无安那。感染的是一个国中3年的学生，因家厝的人有伫咧一间工厂做事，其中一个40岁女性工人，23号从严重确诊，后来卫生局调查接触的人，发现有含伊伫咧10个同事确诊，另外有2个处理的人嘛验出阳性，拢总13个人。总共42位，刚刚检查的结果出炉，42位全部都是阴性。指挥官感染者内底10个人注过3剂疫苗，3个人注过2剂，因会继续调查感染源。另外，伫咧台南嘛有2间学校停课，有学生的家长确诊。确诊者足迹重叠。跟中央在汇报，在扩大在疫调了解。即个高雄一群啊出现13个案例，指挥官即马确诊者拢有注过疫苗，因卖阁继续调查感染人到底病毒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